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剪个记，我是剪哥，一个专注于不标准普通话的科技解说。最近有朋友问我，微信朋友圈如何发送30秒视频，其实这个我很早之前就为大家分享过了，那么今天我再为大家演示一遍。首先我们在朋友圈点击右上角的相机图标，然后在相册中选择想要上传的视频。当视频上传完之后，虽然它这里默认是15秒，不过我们可以点击手机的右上角，用微视发30秒视频。当跳转到微视后，它这里默认的是30秒。另外在这里我们还能对视频进行编辑，编辑完成之后，我们点击这里的发表并同步朋友圈。当视频合成之后，我们就能在朋友圈直接发布了。除此之外，我们还能在微视直接发布。比如我们在微视发布一段视频，在发布时我们将同步朋友圈打开，这里我们还能编辑同步到朋友圈的片段，完了之后我们直接点击发布即可，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去试一下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分享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